我也是。我们是一间火锅店。你们是一间火锅店。你看整桌这么丰盛。太小了，哦，冻蒜啊，我有冻蒜，大家给你。优秀啊，又好吃，又会配色，又会煮。慢一点吧，娘，慢一点，真的太多了。我先去做仰卧起坐，等我一下。慢一点，不要急。不够，不够。你不要这样啦，我一把被浪冲到站起来。老板，你要飞？要飞要飞啊！对，飞到嘴巴去了，有没有恋爱的味道？你不要碰到我才有这个味道哦。老板，你笑一下好不好？你摸着你的良心，真的，它真的是番茄。用手摸着你的左奶，说这是番茄，这是番茄，可能要分边摸，分边摸要这样。先不要动它，在我们边，我们边，他们先跟冷文君差很多哎。那你会念我名字的台语吗？刘金兰，刘金兰，我不知道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都念刘金兰，刘金，是不是很难念？刘金兰，张子兰，嘿。我今日总算是记着你这只狐狸精，哼，我唔对，我就是狐狸精，我就是安尼这么水，所以你阿公才会介意我。好，那呢，咱今日就定一个锁牙，锁牙是什么？怎样晋级？好，你也晋级，啊，你卖走，好大卖走，我有大，你卖走。卖走！卖走去倒！我卖走去倒！你给我走！放手！我管你倒！我把你放手！你为什么不爱我？我没有演错了。麦公说我这一幕好，照顾你还照顾你，照顾你。你讲的啥意思？我讲小伟啊，你好心塞我呀！你把气消消哦！我改假嘛。你要教我吗？好啊，你就无做明星啦，还可以来舞蹈。我要当小的，小的，小的啊，三年级。你说你小的儿子三年级啊？无啦，我讲小三嘛，三年级不是小三，你绝对是上年轻。这么夸张？真的？你摸着良心说真话是真的？哇哇，好了，再吃个石头啦。害我哎，他就是害我。我爱你啦，他爱我。我没有那么快熟哎，阿姨，我比较慢熟，我可以就是